爱多美中国立志在未来的十年中要成为消费者最信赖的企业，最遵守原则的企业，最规范经营的企业，一脉相承，注重慈善，成为中国业界排名第一的企业。爱多美中国有每周六的线上研讨会，每个分公司每个月也有领导力研讨会，疫情结束后还有每日的线上研讨会和成功学院，您可以通过官方正规的培训了解爱多美，经营爱多美。这是一家有温度的企业，它告诉我们要珍爱自己的灵魂，用正直和善良作为经营策略来经营自己的事业。这是一个鼓励每个人设定梦想的企业，它告诉我们要勇敢地刻画梦想，经营梦想，实现梦想。这是一个鼓励每个人坚定执着，不忘初心，不轻言放弃，勇敢地为改变人生轨迹大步前行的企业。这是一个教会我们谦卑做事，低调做人，帮助他人，助人达己的企业。